我想姐妹今天是一个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非常之欢喜快乐的日子。咁咧更加欢喜快乐嘅事情就系话咧，佢今日会系奉献一位嘅系婴儿吓，咁样咧系将佢咧系从呢一个嘅初生嘅时候就奉献俾我哋嘅主耶稣，能够咧喺主嘅里边系一生嘅系成长。啊，佢系边位咧吓？咁就系咧系周渝民同埋赖佩仪嘅系仔吓，细仔儿子啊，周一信。周一信，系我哋冇相片噶，咁啊冇啊，大家睇下呢个相片啊，睇唔睇到啊？睇到啦吓。我而家咧，我请佢哋咧一家人上嚟好唔好？啊，上嚟呢个台上边。都企企埋呢度吓，个主角咧要企埋呢度啊！我都系主角啊！啊，咁咧，姐姐咧喺几年前咧，四年前系嘛，已经咧系婴儿奉献咗啦。今日咧系到细佬吓，咁样系好啦，我要接个咧系小朋友咯噃吓。好似好似我自己系孙咁咯，系咪？喺呢度咧，我系愿系主耶稣基督嘅灵系降临喺周一信嘅系身上，让佢能够至少就有系上帝嘅灵喺佢里边，能够喺神嘅里边不断嘅系成长，直至咧系成长到合乎系神嘅心意。合乎神的使用，亦都系祝愿咧，系爸爸妈妈对佢嘅教导吓，对佢嘅爱护，能够咧系从小开始，直到咧系佢一生一世啊，都唔会系离佢左右。嗯，冇错啦，系啦，呢个最啱听啦，系咪啊？亦都祝愿咧，我哋教会所有上上下下弟兄姊妹所俾佢嘅系呢一个嘅系属灵嘅根底吓。圣经的教导，我们的爱护、啊、我们的关怀，都不断的能够在他的成长的路程上面不断的陪伴他，是将最好的是这个的是圣经的知识和圣经的信仰是能够教导给一信。我们现在是为是周信一起有一个就是奉献的祈祷，好吗？我们为你祈祷好吗？啊，祈祷就打喊路啊！啊，唔系嘅，好，我哋一齐祈祷好冇？啊，我哋一齐咧去呢问，而我哋咧系将周一信喺现今呢个时候就献咗俾你。我哋好高兴能够将呢一个嘅 BB 带进系佢哋嘅家庭，系带进咧系渝民同埋系佩仪嘅家庭。也佢哋能夠咧係湊啊嘅兒女湊成一個嘅係好事，即係佢哋將一世嘅美好都賜過俾呢一個嘅家庭，讓一信能夠喺你嘅係裏邊不斷嘅成長，願你嘅靈充滿佢，願咧係爸爸媽媽嘅愛、家人嘅愛係圍繞佢，佢願教會嗰種嘅關懷扶持都不斷嘅嚟到扶持佢，係作佢咧係啊呢一個嘅以後一生嚟緊嘅係用之不盡嘅係呢一個嘅係能力，俾佢嘅幫助。我哋咧求你係悦納係一信今日喺你面前嘅奉獻，求你係看顧佢一生，係保啊保守佢一生，我哋為佢禱告，求你係垂聽。我哋咁样祈祷系奉赖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好啊，好啦，差唔多啦，系咪啊？嗱，已经受够我啦，啊，好，俾翻妈妈啦，啊，哦，系啦，系啦。好啊，而家咧，我将呢个婴儿奉献证书咧，系交咗俾爸爸妈妈啦，啊，好，谢谢你啊。咁咧，整嘅嘢咧唔好落台住喎，因为如果爸爸咧有系有几句嘅说话想同大家分享吓，我哋请阿渝民。
講咗我太太想個 BB 有咩期望先啦。其實我太太就好中意咗一字嘅，佢覺得一係最好嘅。咁佢亦都有一句金句咧，喺聖經睇到就話：教養孩童，使他行走當行嘅道，就係到佢老嗰陣都唔偏離。我覺得呢句説話就係每一個小朋友都啱用嘅，就算大女都好啱用。咁我自己咧就想一一喺神嘅懷裏健康成長啦。就算遇到任何荊棘滿途嘅道路，我相信亦都係神俾佢嘅考驗同埋試驗，亦都可以借住聖經嘅話語，令佢得到智慧，而從而解決佢將來面對嘅困難。非常之好啊！咁大家知道咧，系一信咧，亦都系同事型啊，系同事型姊妹吓，同即系同信捐姊妹啦吓，咁样咧系嘅内捐嚟嘅吓。我哋一齐咧系欢迎一信咧今日加入我哋大家庭，好唔好？一齐欢迎佢。